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来到咱们西双版纳的勐海县，曼养村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这是我们一直用过巧克力的老用户，杨勇，杨大哥。杨大哥，你这片火龙果地有多少亩呀？这里全部下来有，这一片是十亩地是用巧克力的啊，那边是没有用巧克力的啊，那边没有用是不是啊？那边没有用。那个，您用巧克力是多少年了？开始种就用了这个。哦，开始种就开始用了。对，开始用。这是种了多少年了？两年嘛，两年。哦，两年，从小苗就开始用。这个就小苗开始用。啊，那您用了这两年来，效果感觉怎么样？表现？效果很好，这个状况总是觉得比人家要好一点，那个巧克力。具体表现在哪方面？你看果实。果实更多嘛？你看它花苞更多是吗？哦，花苞是吧？花苞更多。好，来，大家可以拍一下。哦，对，确实是很明显。它下面那个是不用的，你看上面是用的，不一样。对，你看咱们这个杨大哥他的地，你看这花苞非常非常多啊，你看那边没用过巧克力的，不仅是长势，而且这多果率开花都弱一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一看就有比较了嘛。这个你看那个果实都是一批的果，你采一批果子的话，亩产切次一批是一亩是拿到一吨多，一吨多。对，第一批果啊。那个你这个就是果实这一块，它不是分那个高中低啊？你这个高产高品质的怎么样？那个糖度啊，那个外表那个皮更硬嘛？啊，就用巧克力那个皮更硬。对对，更硬嘛，有卖相不是？有卖相。储存呢？他们说老板说耐储存不是吗？啊，就是老板说耐储存。对, 对, 对啊，就是他们来收果子的老板。对 对, 对啊，然后表皮更亮。表皮更亮。啊，那您种的这么好，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是怎么用的追肥的时候？具体就是你们技术员来说教的是吗？你们技术员是怎么用，我们就是怎么用啊？用多少？你看一亩地浇一道巧克力，十亩地是用了两袋吧？哦，十亩地用了两袋。对，那单是巧克力，还有那个复合肥。对，复合肥啊，氮磷钾肥料配在一起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有追肥的话，多少天追一道？10天到15天。哦，十天左右追一道。对对啊，可以啊。这样那个用量也不是很多，但是效果比那个大豆用氮磷钾要强很多，是不是？效果明显。啊，那以后还要继续支持我们巧克力。那肯定嘛。来，点个赞。